春期和零到三岁是我们小朋友长高的黄金期，做好以下这四件事情可以帮助你长高高。一干，比如喝牛奶，但是啊，单纯的补钙还不行，还要补充维生素 D， 维 D 可以促进钙的吸收。第二，好好睡觉。小朋友睡觉以后分泌的生长激素会达到高峰，这是零到十七岁的睡眠时间表，快来看看你们都睡够了没有。第三，每天至少一小时的户外运动，运动可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，刺激我们的骨骼，让我们长得更高。第四，控制体重，肥胖会导致我们发育提前，请介意一下我们成年以后的最终身高。青姐，你说身高是遗传爸妈的呀？不一定哦，遗传会决定生长潜力，但是只有后天的发育成长才会决定这个潜力有多大，所以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注意了，要尽可能发挥小朋友们的生长潜力，毕竟胖了还能瘦，矮了就长不高了。关注我，开开心心长知识。